马女士，你有咩谂法？你同我讲啦。生仔佢唔好彩，生喺一个咁穷嘅屋企，我根本上就唔可以有能力为佢铺一个好行啲嘅将来。我一出庭，我先知道我个仔系咁叻，佢睇到过嘅嘢，佢可以记得清清楚楚。 我老咧，我个身体又咁差，我又唔知道可以陪得几多年，我条命根本上就唔值钱。如果可以用一个心换到心仔，佢一个有希望嘅将来，我净系可以为佢做到呢一件事啫。本来我想用呢单官司，你同公众讲四只字。 就系生命无价，但原来我系错嘅。唔同生命系有唔同价值嘅。普通市民条命就系唔能够同有钱人相比。你系咪真系要放弃呢一单案，放弃呢个心脏？文律师，对唔住，就系因为我系心仔嘅妈妈。 喺我生命里面最重要嘅就系心仔，为咗个仔，我乜嘢都可以放弃。文律师，我真系愿意放弃嘅。